鼠的。先来看看紫薯的是怎么样的。紫薯的叶片，因为它有点像肉丝。这里呢是抹茶口味的。带灰去卖店零食吃。来 C-Mart 商场买点日常食品。抱一包米回家。试看，酥酥脆脆，真的苹果当中，过冬月饼。准备一个火龙果，先放这个 jelly powder 一包，再放一根 powder 一包一比一，混在一起搅拌。弄好了放着冷一下后倒入模型。本来就想弄个月饼的，哪里知道做多了。还可以放在妹妹的包装，且一切皆有可能。一口接一口的停不下来。蛋糕型的果冻，放个蜡烛，点个蜡烛许个愿。这是唐人街的码头，从这条小街走进来，有一个红红的亭给你拍照。放长线钓大鱼，钓到大鱼回家吃好料。来探店 Alosta 第一间的 Mix 新疆版火棒赛，有限制人入店。分手不要喝酒，来喝饮料。这集的女嘉宾
要离开了，还是看到外面很多人在排队啊？ OK， 现在从 Mix Town 店回来，我们来看看买了什么东西。69也是69，口味不一样。辣条，日本的面包，老虎糖的珍珠奶茶一罐，奶鸡水奖品，爽口片两包，有不同口味的。瓦琳达的 Cola， 瓦琳达 Coke， 甜水面，成都甜水面，酸奶坚果麦片，小仙桃酸奶麦片，水果麦片，黑糖的奶茶一罐，中国的牛肉面，这些小小包的零食，不要记得 mix 环保袋也是很不错。